刘德华、古天乐还有三哥苗侨伟这天出席电影宣传活动，三大男神合体演出，到底是谁的点子打造这么帅气的组合啊？最早是导演他希望，如果拍这种类型的话，可能没几个组合可以选择，所以最早的时候他提了很多不同的 combination，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。华仔腰伤痊愈后再次挑战动作戏，还要在地铁里飙车，怕不怕会再次受伤啊？没有，因为现在他们在还没拍之前已经有一个模型，然后所有飞车的那个都模拟了一次，那所以在整个拍摄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他们是真身去拍，什么是真的危险不需要他们的，我们都很清楚。现在拍戏会比以前安全很多，然后他们做了很多在镜头上面大家看到哇非常危险的，但是我们在保护的那个地方保护得非常好，所以大家放心。至于古仔这次在电影中就被性感美女包围，可真是一眼扶不起呀。那到底古仔比较享受跟华仔三哥一起尬戏斗演技，还是跟美女们演戏呢？当然跟华哥跟三哥我以为是，当然是女人。我对，因为导演这次安排了很多外国的女生跟我跳那个跳舞。对，然后我不用跳了，她穿很小的衣服的，在我身边一直跳。然后就是导演也希望就是我可以跟她有一点身体的接触，但是我觉得很尴尬，所以我要找导演说，你想怎么也好，但是你不要问我兴奋他们，他们可以我没问题。但是我也做快人嘛，所以一定要做一些比较快的事，所以这个是其中这一场是其中一场。古仔演坏人，大家应该也很期待吧？香港报道。